不正常。这是去取车去哈？嗯，这取了，没那干活呢，这就耽误老事儿。今天，要不今天天多好，20度，可热乎了。今天干活，一天冷就上不了树了。这明天接着修好了，也不知道真修好假修好，但愿修好。又伸出头来了，你看这狗，陈伯看热闹，拐过去。但愿修好吧，来取车来了，开走试试看看。这又不好使了，这不是它自动冷却，你一会儿它停就对了，它不停，昨天是热毛始终这风扇转的，一会儿它停就正常了。这要是不停就是还没修好，要停就正常。水箱热不热了？刚才翻花不的，不翻花。昨天回来翻花呀？那是翻花。昨天就热的不行了。你看这的，一点不翻花，这个水就开100公里、200公里这个样子，它不带翻花的。这刚才在修车，那师傅那回来了。他这种风扇停了就正常，车就正常这种自动循环，水温低了。热了它启动，它就松了，但是这降下来就停，自动停，就不用你讲。你看这会儿停的正常，要不停就还没修好。等一会儿吧。正常的。这停了。停了，没有。这就正常了。哦，那就是修好了哈。对。那就明天可以干活去了。可以干活，这就没事了。嗯，那你就告诉那大哥一声吧。那车倒完等会儿。嗯，装完呢，收拾完，告诉那一声，明天。那水温一点也没变。就不干了，给钱退了。行，咱收你定金，一定给你干走。哎，那能这么办事吗？明天一定给你干，明天咱就别干。好了，等我，你得往后倒吧，倒我挂上。倒倒倒倒。到等我看看啊，我看能不能对上。能到吧。猴哥这到这个玩意有一套，一直到，这到，再到一点。好了，好像有点偏，哎，不偏，正好应该是正好的。这把木墩拿起来，这个东西就落那上了。行，正好，那什么？正好。我告诉你，你上这个枪枪给砸了，你不能在地方站。你过来一会儿吧，给我整这个，就给我手就这么拿，我千万，给我这么勾吧，一松手，啥也扎不上，千万别我手这么伸里呀。嗯，你起来，别录了，这就不能录了啊。站起来，刚才这一阵儿也挺惊心动魄的。心急发急，干嘛去？这车总算修完了，好使了。今天这个车去干活去，50多公里，跑了30多公里，完这水箱热，跑了38公里，还有20几公里就到了，结果只能又回来了。回来中途为了让水冷却，不敢让它一直沸腾啊，走一段停一段，歇了两气儿，让水冷却以后完回来的。回来下午又去修车。修车跑了两个地方，行，管怎么费多少周折，修好了就好，修好了明天打
答应的事就给办了，干活。我开点刹车，你看后面刹车灯都亮不亮晃？嗯。短线灯都好使。刹车灯，试试。左边灯亮，这边亮，右边也亮，右边也亮。现在右边亮，现在右边亮，现在左边亮，转向灯，左边亮。